大家好，我是小贤，让我为大家分享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家庭爱情故事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网购双人床忘了选包安装服务。我把消息误发给前男友，他二话没说就来了。装完以后，他让我试试床结不结实，这怎么试？男人把我捞到腿上，你叫我来不是想要和我试试？这就巨尴尬了。我红着脸说：“你误会了。”我这床也是昨晚弄塌的，昨晚中途床塌了，我在网上挑了张双人床，第二天就到货了，大型快递占了半个卧室。我看着手机屏幕陷入了无语。亲，您没有选择包安装服务哦，买得太着急了，现在天快黑了，也约不到装修师傅。我把客服的聊天截图转发给昨晚的罪魁祸首，你能回来安装床吗？我又拍了卧室的照片，对面输入了好久，回了七个字，这种事情你找我，凭什么不找他？就是他昨天搞他的，早点安装好你就能来睡了。过了2分钟，对面回复了，15分钟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门铃响了3声。我穿着蕾丝睡衣，连拖鞋都没穿，就去开了门。江席出现在门口，目光审视着我，你就穿成这样来迎接前男友？目光错愕，来的怎么是前男友？我和江喜分手有1年了吧，我把微信错发给他了。都怪这两个男人都用纯黑色的头像，你往床上放了多少东西，直接都给压塌了。江喜在拆快递，随口和我聊天，衣服比较多吧。我决定不告诉江喜真实原因，和前男友解释他床也是很奇怪的，室内空调冷气很足，但安装双人床实在有够费力。江席累得大汗淋漓，不经意扫过他的背影，湿透的衬衫下身材线条尽显，肩膀很宽，腰很精瘦。我喝了口水，移开目光，前夫哥确实帅，但我和他分手是因为他太无聊了，工作很忙不说，床上也没情趣，万年不变的古板姿势，关灯一句话也不说，甚至不许我喊他江医生，实在是太沉闷了，最后我受不了了，我是在事后提分手的。江席坐在床边，双手在扣衬衫，沉默了一会都没回头看我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9个字这就分了。他是连分手也很沉闷的男人，安装好了，思绪被召回，他真够贤惠的，都铺好床了。江席坐上了床，手撑在床沿，用力起落上下，连带着这张新的双人床也发出阵阵暧昧的响声。他微微偏头，唇角轻扬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试试看结不结实，这人是不是不对劲。我犹豫坐到江席身边，像他那样上下坐床，硬着头皮尝试了3-4下。江席似乎在盯着我看，我羞耻的抬不起头。我有毛病啊，和前男友在这里是床，这怎么是？我准备起身让他出去，腰间被手臂捞住不放，我直接往后跌坐，坐到了某人微微敞开的腿上，温热的鼻息顺势钻进我耳窝，勾起微弱的痒意。你叫我来不是想要和我试试？我真没会错意，江喜真是变了，变得会勾引人了，就连此时此刻身下的他也有明显变化。我的脸红透了，你大概是误会了，我这床也是昨晚弄塌的，只是我把消息发错了人。江喜没认真听我的话，只用鼻尖轻蹭我的颈窝，你说早点安装好我就能来睡了，是要复合吗？我愣住了，和他复合吗？如果不是他突然出现，我是真没考虑过，但要是说想吧，也就是刚想的。江喜捞过我的2条腿，让我侧坐在他腿上，他微微低头，温凉的唇落在我的额头，捻转到脸颊、下巴、脖梗，我被亲得迷离，指尖攥紧他的衣袖。不得不承认，江喜的吻技好了很多。搁在旁边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，屏幕跳出消息，姐姐，新床换好了吗？我去看看，今晚不会再那么鲁莽了。我一手搂着江喜，一手直接回消息，没好，别来，别来坏我好事。关了手机，发现这人不动了。江喜眉头皱得明显，双手也略微松开了。我还要凑上去亲他，他是谁？他用双指抵住我的额头，
你的床是怎么塌的？我摊着双手实话实说，就一个弟弟啊，他上床比较莽撞就搞成这样了。浴室水声哗哗，江西刚才推开我去冲澡了，过了好久才出来。他站在阳台的落地窗边，只有下身围着白色浴巾在等那套衣服烘干。你这是要走吗？我又不懂他的想法了，刚才不是要和我那个吗？江喜冷冷抬眸，你说呢？好像是在生气，但谁又得罪他了？我犹豫半晌，低头去看手机。那我给你攒钱，今天辛苦你了。陆池的语音通话打过来了，我随意接了。嗯，行，你今晚来吧。对，都好了。我挂了电话，不知何时江喜站在我面前，正诡异地注视着我。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我是哪种人？我刚把床安装好，衣服都没穿上，你就让别人过来？我看了眼烘干机的时间倒计时，他过来要半小时，你顶多一刻钟就走了，压根见不到面的。江喜牢牢注视着我，唇线抿得笔直，冷哼了一声。我明白了，他是不是想和我发生什么？但是觉得被外人打扰到了，或是觉得我不够主动，坏了他的兴致。毕竟江喜在那方面是很保守的。我咳了咳，那我编个理由，让他今天别回来，你觉得呢？够给他面子了。烘干机发出叮的声音，江喜脸色僵硬，匆忙地穿上衬衫，低头穿好裤子。我告诉你，林谦，你看错人了。莫名其妙，我面子也挂不住了。也不知道哪来的贞洁烈男，江喜被我噎住，他脸色阴沉，开门出去，蓦地止住了脚步。正要敲门的陆池明显怔了怔，江教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陆，江喜皱眉，你们认识？姐姐，我不是刚开始实习吗？江教授是我的实习导师，江喜是医生，陆池是医学生。我倒是没想过江喜是陆池的导师。他回头看我，又问陆池，所以你住在他这里？是啊，这里离医院很近，通勤也方便。江喜的脸色更难看了，当初他也住在我这里，被我扫地出门了。陆池打量着我和江喜，江教授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江喜保持古怪的沉默，我替他说，他是来装床的，已经装好了。江喜可能是没面子，飞快地逃走了。陆池原地错愕，姐姐，全院最年轻的副教授，你叫过来装床啊？他上赶着的，我有点烦。陆池低头叹了口气，老师，是不是把我的拖鞋穿走了？那双男士皮鞋整齐地摆在门口。我想微信联系江喜，但他居然把我拉黑了。陆池放下猫罐头，过了一会咪咪就钻出来了。昨天咪咪叼了个虫子上床，陆池抓了一整晚，把床都给踩塌了。陆池很不好意思，我很淡定，从押金里扣。到了夜里，我辗转难眠，毫无困意。陆池在卫生间里发出尖叫声，靠，好冷的水。江喜下午冲的应该是冷水澡。我知道江喜把我拉黑了，就给他发奇怪的微信。江医生自己手动解决，就扔下我不管了。真不是东西啊，全是欲求不满的怨气。消息发送，发送成功，我挣了挣秒撤回了。这人又把我拉回来了，不知道他看见了没有。我心虚的试探，就是和你说，你鞋子忘在我家了。江喜的消息接连跳出，我看见了，我不会过去的。别半夜给我发这种话，陆池是我的学生。还是让他看见了，他这是闲着时间了？语气这么冷漠，而且是他学生又怎么了？陆池正好洗完澡，拿了小龙虾外卖，喊我出去吃夜宵。我给江喜发消息，知道了，陆池喊我了，不能和你聊了，动手包小龙虾，回不了消息。吃完夜宵快11点了，我才看到两个小时前江喜发来的消息。我是业余的，床刚装好，可能会不安全。江喜还真是好老实，这么关心陆池的死活。我直接回复，才看到消息，我会让他小心的。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，真的输入了好久。我认真地等他的回复，没想到江喜打来了视频电话。我正在卫生间对着水龙头洗手，手机屏幕里映出我的脸，整张脸被辣得通红，嘴唇也轻微发肿。我匆忙地关了水声，
江喜直勾勾地看我，目光极其锐利，隐约发出寒光。他用了你两个小时，你还能行吗？出来跟我第二场嘛，我看看时间，快到零点了，和前男友半夜出去吃夜宵。不了，我吃饱了。江喜坐在单人沙发里，往后扬起脖子，手指烦躁地抓头发。吃饱了，你可真行，真拿我当工具。他的手机像是被放在茶几上，镜头的角度是往上的，没有拍到江喜的脸，只照出他有力的大腿、冷白的手腕、微抬的下巴、锋利的喉结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女凝视角？就跟我跪在他前面似的。我完全没听进去他的话，只是动手默默截图。姐姐，你这是跟谁视频呢？陆池从门口经过，目光停在我的手机界面。没什么，我心虚的挂了。和年轻小男生合租还是要严守分寸，省得他生出以身抵房租的念头。陆池抱手倚在门边，目光饶有兴致。我看到你截图了，姐姐，你该找个男朋友，而不是和擦边男网聊。我甩了甩手上的水，他不是擦边男，他是你的老师，小孩子没礼貌。陆池挑眉，是房东姐姐的男朋友？不是，就朋友，我从他身边经过。陆池侧头给我让路，走哪个路子的朋友啊？他说话肆无忌惮，视频不看脸，只看裆。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糙？要不是看在他姐的面子上，我立刻就要让他滚出去。他姐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姐姐小心点，别被人录了视频。陆池颇有深意地打量着我，他以为我在和人聊什么呀？现在的小孩脑子里都是黄色废料吗？他突然离我很近，眨了眨眼睛，有需要的话不如找我呀，我年轻干净还不要钱，谢腰婉拒。我对上司的弟弟完全不感兴趣，就算真有需要，我想找的也另有人选。刚才被你学生撞见了，我现在回房间了，还视频吗？我趴在床上给江医生发微信，你们因为我吵架了吗？吵什么架？你太多虑了，他都没看出是你。哦，对话被硬生生切断。我在发什么消息？江喜都不回我了。我对着手机生闷气。没过几天，陆池也变得特别忙，每天凌晨两点下班。我旁敲侧击地问他，你们江教授也这么忙吗？老男人是单身工作狂，天天盯着我干活，就跟对我有意见似的。陆池已经累得产生敌对幻想了，他看我和江喜是朋友，就让我给他侧面求情。我给江喜发微信，江医生自己忙就算了，不能让学生早下班。江喜很冷漠，工作而已。过了两分钟，他又发过来一条消息，我没给他穿小鞋，我可没想替陆池出头，就是找个借口和他聊天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江喜回了一个省略号过来，半个月后我去医院看病，内分泌不太好，女医生询问我最近三个月的性生活频次，我无奈扶额，半个月前亲了个嘴算吗？当然不算，他很委婉地表示让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站在医院电梯里陷入了沉思，找谁睡一觉呢？电梯门缓缓打开，涌进一大波医生，把我挤到了后面的角落。江喜穿着白大褂站在实习生们身前，面色严肃冷漠，周身颇具气场。陆池在他正后方闭眼打哈欠，和江喜的精英气质对比，陆池是完全不够看了。我的视线越过人群，落在男人优越的侧脸，这不就是才犯瞌睡他就来送枕头了？上次他是对我有想法的，我给他发消息，江医生，上回没办的事还能继续办吗？江喜低头去看手机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立刻就锁屏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很怕被人发现像做了亏心事似的。上班状态的江喜说不出来的可爱。我玩心大起，江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是不是要来医院看看？江喜低头一瞥，不动声色地挪两步，站得离陆池远了些，哪里不舒服？我注视着他勾唇打字，浑身都不舒服。我想要挂江医生的号，你可以帮我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吗？可能医生会比病人更清楚哪里不舒服。江喜尴尬轻咳，默默侧身站着，将手机抱在胸口，
林女士，请你放尊重点，再不舒服也别找我，让陆池给你看吧。也未免太书呆子了吧。我跟他说上床，他跟我说看病，我原来怎么就答应跟他谈恋爱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我追他的，那就合理了。可我只要江医生给我看。江席突然指尖轻顿，悄悄地打量了陆池一眼，又迅速收回目光来。这套动作连贯下来，就像是他没被人发现，反而蔑视了下陆池。陆池突然抬头，江教授，怎么了？高冷的江教授被吓了一跳。啊，我没做什么呀。江席很快转身低头回复，在上班别发了，求你了。手机上调个情就把江席吓坏了。江医生，我就在电梯里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江席个子很高，假装侧身回头就看到了我。我给他抛了个媚眼，他匆忙转身，偷感很重。他们一行人很快就出了电梯，我继续往 B2 楼层坐下去。门刚打开，我被人攥住手腕拉到昏暗的楼梯角，我整个人笼罩在男人的阴影里。林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低头看我，声音冷沉。我站直了，抬头看他，想约你不行吗？江喜冷淡地注视我，不行。不行就算了，回头草不给吃就拉倒。我走到亮光的地方，你等等。我站定转身，那人隐在昏暗里，身子往后倚靠着，指尖按揉眉心，不能商量吗？这种事情让人知道了，我以后怎么做人，怎么为人师表？他用手握住额头，烦躁又幽怨。你先让那谁搬走。我皱起眉头表示疑惑。为什么？江席正看向我，声线冷了冷，你别告诉我你要和我在你和陆池的家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当下他似乎很需要我给个态度。我怔了怔，当然不会呀，我准备订个酒店。江席沉默地盯着我，盯得我浑身发毛。我就只配住酒店吗？我不理解。江席已经去按电梯了，他要回去上班。我犹豫地问他，那酒店我订好了再发你。他抬眸看我，目光冰冷，不用了，我没那么下贱。电梯门关上了，我在原地沉默了好久。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可以和我商量啊，大不了我订五星级酒店。我准备问问江喜关于下贱这部分展开讲讲，发现又被拉黑了。神经，总拉黑前女友。陆池今天正常下班了，难得呀，江教授终于做人了，居然让我回来陪陪女朋友。我在阳台弯腰逗猫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但我实习第一天就捏造了我有对象的人设，不然我不就成了最佳苦力？你也不怕挡了你的桃花？客厅放着电视，陆池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信口胡诌，桃花重要，命重要。我都跟同事说，我再这么加班下去，他指定的和我分手，或者是偷偷绿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小众的苦主赛道都让你发现了。没人回答我，陆池已经睡着了。我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，坐到单人沙发里，顺势刷起了手机，居然破天荒地刷到了江喜的朋友圈。他发了一张不露脸的腹肌照，指节分明的手有力撩起下摆，露出诱人的薄肌线条。我点了个赞，觉得不对劲，又立刻取消了。这么高质量的朋友圈就我一个人点赞，明显是仅我一人可见。我真怀疑这人脑子有病，约是约不到床上的，微信是拉黑又放出来的，勾引人的手段是停不下来的。我气愤评论，又当又立，不到三秒钟他就把朋友圈删了，感觉隔着屏幕有个玻璃心碎掉了。对不起，我愧疚的想死。江席，和你无关，朋友圈是误发出去的，我才发现就删了，我让小鹿下班了，你以后别找我了，这样真的不好。他向来不喜欢内部打招呼，行方便那套，以后不会了，我之前就是随口一提。还有你照片拍得挺好看的。江席，你刚说的不是这样的。我发了个小猫咪疑惑地站起来的表情包。江席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小鹿在你旁边吗？他的声音似乎很紧张。我从茶几上端起水杯，看了看沙发上的陆池。在呀，他早就睡着了。我在玩手机，你想说什么？
那端的声音沉默了半晌，在轻微细碎的电流声里，江喜的每个字都极其羞耻。你说照片好看，那你想要和我视频吗？这是他能说出来的话，我一口水喷出去。陆池都被我吵醒了，他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赶紧说没什么。好在江喜也没发出声音。我鬼鬼祟祟地回房间，爬上床和江喜说，想我们视频吧。他双眼望着我，低头轻嗯了一声。他把手机镜头对准了他的腰腹，双手往上脱下短袖。他不仅身材很好，而且是冷白皮，显得红的点特别红。我害羞的反手捂嘴，才能不发出尖叫。以前让他开灯他都不情愿，现在前男友放得好开，看不见江喜的脸，但他的声音带着轻微的颤抖。你想他哪里可以提要求，我都可以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做人真不能得寸进尺。林谦，要注意你的素质。我欲言又止，裤子能脱吗？ OK fine， 下辈子再做个好女人吧。镜头里的身体都明显僵了一瞬，双手由一道腰侧指尖轻轻嵌入，犹豫着往下的动作，内裤还是要穿的。他的声音很委屈，可能这是他的底线了。嗯，让你穿。我认真欣赏着江喜接下来的表演，他的腰和屁股可真性感，里面穿的是暗蓝色，品味挑不出错。江喜的声音很羞耻，芊芊，你能别盯着一个地方吗？我这才注意我炙热专注的目光，已经把他从里到外催熟了。我尴尬地咳了咳，抱歉。没关系，他压低了声音，是我自愿的。我发现了江喜的失落，要不然公平起见我也给你看。镜头里出现江喜泛红的面容，他脸下眼睫语气回避道，不用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就刚才那个状态。他怎么可能是去睡觉，你又要自己解决吗？江喜沉默了一会，缓缓地抬眸看我，目光复杂难辨。那不然呢？当然是你可以约我出去啊。那不然呢？算是什么反问句？我就静静地看着他，也不说话，也不挂断。江喜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暗示，他像是被迫接客似的。那你现在能来我家吗？倒反天罡，岂有此理！我简直越想越气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还不情不愿的。当初是我甩的他，不是他甩的我。 OK， 到了，司机靠边停车。妈的，我还自己打车过来。我看下见者另有其人。昏暗的夜色里，江喜站在路边等我。我一看他还挺乖，飞奔跑过去抱他，被他局促地推开了。在外面别这样，他就像做了亏心事。你能不能别这么保守，都什么年代了。我真无奈，江喜拉着我的手往前走。什么年代也不光彩，等进了门他倒是放开了，把我抵在玄关处，揽紧我的腰，缠绵地吻了起来。你不是说不光彩吗？我断断续续地喘气。江喜低头肆意掠夺着目光，颇为沉沦，但说出的话特别冷漠。你能好好享受，别说那种话吗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力掐他的腰。你这什么话，就我享受了，你不享受吗？你真这么不情愿，谁能强迫你吗？江喜任由我掐他，盯着我看了一会，目光晦暗幽深。是，我错了，我生性下贱，你随便说。他把我打横抱起，径直穿过客厅，踢开主卧的房门，我被大力扔到床中央。紧接着他附身而上，成年男女的重量让床垫都轻微陷落，也时不时弹回。江喜可能是在和我作恨，又像是在跟谁较劲，温柔里带着凶狠。我渐渐招架不住他了。江喜，你吃药了吗？我都想踹人下床了。他用手臂扣住我的腰，从身后低头靠近我耳侧，你是在夸我更厉害吗？宝贝，真会说话。最后反复折腾了两个半小时，江喜瞟了眼时间，神情带着厌足满意，低头以亲吻结束这场情事。你在我这过夜吗？还是要回去？我怔了怔，抬头看他，江喜正垂眸看我，表情小心又认真，他绝不是在开玩笑。我心里空得发慌，事情都做完了，他没提半句复合的事，反而问我要不要回家。现在这算是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要问出那句话了？
我脑子很乱，心里很抵触，但还是张了张口。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？江喜也沉默了一会，这取决于你的想法。好，死渣男，你有种！江喜还想要过来抱我。我立即冷冷地推开他，捡起散落的衣服。我现在就回去，他出言挽留。不能在我这儿过夜吗？他的语气还整得失落起来了。我扭头白他一眼。我是你女朋友吗？我在你这里过夜？江喜脸都白了，难堪地低头。他只敢用很小的声音回答我，不是，我不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回家了，但睡不着。实在想不通江喜从前不是渣男，而且我感觉他可喜欢我了，难道都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把睡得正香的陆池叫起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和前男友重逢了，两个人很有感觉，最后还上床。但是事后这个男的就说他俩不是男女朋友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陆池用手撑着下巴，指尖敲击手机屏幕。姐姐，你今晚9:30到12:00出门了是吗？我沉默了一会，先说我朋友的事。你别问我的行程，那男的白嫖前女友没了。我嘶了一声站了起来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你刚把我叫起来你就回房间了？我艰难地回答他，我回去告诉我朋友这个噩耗。陆池警惕地打量着我。姐姐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废话，谁被白嫖脸色会好？你半夜出去干什么了？你说的这个朋友该不会是你本人吧？我三连否认，我不是，别瞎说。陆池眯起眼睛，就是你，他开始咄咄逼人。你最近遇见前男友了，半夜出去跟人家开房，还没落到个名分是不是？我只是摇头否认，没敢看他的眼睛。也不全是，我没跟别人开房，我就是打车上门服务，没捞到过夜而已。陆池颇为无语，我让你找男朋友，没让你找前男友。我坐在阳台的藤椅里喝了一夜的闷酒，陆池非要陪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陆池打电话给医院请假。第一次江喜秒接又秒挂，第二次等了很久才被接通的。小陆，你找我是有事吗？这语气真温和，陆池也愣了。江教授，我请个假，我女朋友昨晚生病了。陆池的女朋友就是他的请假工具人。江喜似是松了口气，又沉默了一会。严重吗？我是说严重的话带他来医院看看。谢谢老师关心，我今天想请一天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好好照顾他吧。陆池盯着手机，眉头写满困惑。江教授惜字如金，今天是怎么了，这么有人情味？我在心里痛骂江喜，表里不一的渣男。渣男的消息也来了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是我干的吗？我也想回去陪你。隔了一夜你才想起来，事后安抚了。而且谁说我身体不舒服了？我是心里不舒服。你想来就来呗，谁不让你来了？江喜，可我不想这样。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。我准备去补个觉，陆池扯过沙发上的外套，不情不愿地在门口换鞋。怎么了？你要出门？我真是无语了。江教授说他刚才忘了，上午有个重要的会不能请假，让我下午再请。江喜刚才不是和我在聊天吗？我是在睡梦里被门铃声吵醒的。江喜真来看我了，他还带来了亲手熬的鱼片粥，就是鬼鬼祟祟的，黑色墨镜加黑色口罩，根本都认不出是他了。我嘲讽他，哥哥，你都28了，出道也来不及了。江喜闪身进屋，抬手看表，我只有2个小时，陆池就回来了。你先吃饭吧，我无所谓的耸肩。你就这样怕他看见你呀？江喜把粥放在餐厅，动手拉开椅背，转身冷冷地盯着我。行，我不怕他看见，我在这儿等他回来。在他面前跟你接吻你开心了吗？我满头都是问号，我哪句话哪里得罪他了？莫名其妙。江喜，你真的神经，你去精神科挂个号吧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指尖轻敲桌面。我回头去挂，你过来吃饭。江喜的手艺还挺好的，鱼片粥好好吃。江医生，对不是自己女朋友的人都这么好吗？江喜坐在我对面，眉眼微动，
我对女朋友更好。行，讽刺我是吧？我将勺子搅得很快，声音咬牙切齿。那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，而不是和前女友保持不正当关系。我把不正当关系这几个字眼咬得很重。他往后一仰，闭了闭眼，把手机往桌上一搁，发出哒的声音，你能别总嘲讽我吗？芊芊，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，我做好千夫所指的准备，可是你总是说我真的特别不好受。渣男话术到底进化到哪个版本了？我吃完了，站了起来，去医院挂号，我听不懂。江席低头收拾餐桌，脸色特别脆弱，他拎着垃圾走到门口，时不时看我。那我走了，我没说话，江喜也没走，他直接放下东西走了过来，蹲到我面前，来都来了，可以亲吗？我无语地看他，你觉得呢？他脑子恐怕有问题，居然自信地闭眼，抬头凑了上来，被我轻打了一耳光。江喜目光复杂，正在这时门打开了，陆池回来了，江教授，你不在医院开会，怎么在这里？江席疼得站起来，脸都白了一度，反应很不自然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江席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表现啊？我看你也不在，就先回来了。陆池说完想打自己的嘴，没事，你回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两个人半斤八两吧，陆池目光疑惑地看我，我随口敷衍道，我让江医生帮我带份饭过来。我知道江席不想让人发现我和他的关系，他果然附和道，对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好一个普通朋友，我侧目睨他，语气冷淡，那你还不走？陆池已在门口往外张望，江教授，每次看见我都跑得好快啊。我唉声叹气，接下来的半个月陆池的心情都特别好，他说江教授似乎很认可他的能力，在工作上对他很照顾，比以前好说话多了，还时不时关心他和女朋友的感情。陆池都要良心发现了，我都后悔骗他说我有女朋友了。那你告诉他实话呀，那我不就成了欺骗老师的坏学生？陆池打着游戏，我已经在铺垫和女朋友吵架了，等过段时间我就说分了，完美。他想到这里看我，姐姐，你和那个前男友怎么样了？他约我好几回，我拒绝了。自从上次鱼片粥事件以后，江喜约我去他家见面不容易被人发现，我回了他个你还要不要脸，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，输入了半个小时。你以前不是这样说我的，你现在骂我不要脸，你让我给你视频的时候怎么不骂我不要脸？如果你那时候也这样骂我，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也不想说你，但你自从上次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很不好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又想和我分手了。上次他中途回来了，你还打了我，今天又骂我，我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。他到底在说什么？真他妈抽象啊！他上网去学抽象文学了？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试图理解他的逻辑，总算发现一处漏洞。这个他是说陆池吗？我上次打你和陆池回来没关系，是你突然亲我，我不乐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不怪你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我最近状态好差，总和陆池打听你，我怀疑你不要我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我心里咯噔，完了，出大事了。我在客厅找到陆池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你们江教授精神有问题？陆池抬头看我，没有。你把我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我疑惑地啧了一声，那他有没有和你打听过我？陆池抬头看我，没有。你把我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我沉默半晌，扯了扯唇，对不起，我把你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陆池低头，哟，还踩着呢，姐。陆池为此发了个朋友圈，到底是谁看不见这么粗的 HDMI 线，配图是我的脚踩着线。过了几分钟，江喜转发公众号文章，标题是别找爱玩游戏的男朋友，为了赢会把你卖了。陆池沉默地删了朋友圈，这太巧了。姐姐，你说江教授是不是点我呢？我也不太理解，不能吧，他可能是上年纪了，指不定过两天转发长寿秘籍了。江喜还在给我发微信，
陆池就知道打游戏，你要出来和我玩吗？他的心情怎么又突然这么好，诡异得很。上次让你去挂号，你去了吗？想去不敢去，都是我同事。他拍了张月亮的照片给我，你来见我就好了。有点扎掺点风，但还是挺浪漫的。看着照片，他就在楼下，我在楼下左顾右盼。江席拉过我的手，躲到茂盛的树后。他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按住我的后颈。他正要低头凑过来，突然生生止住了，目光深情专注地看我，我可以亲你吗？看来上次打他，把他的胆子都打小了。我点头，可以。他听话地吻下来，我们在月色树影里接吻，身心都无比沉沦。等到我快要喘不过气，他才不舍得放开了。他直勾勾地看我，那要去我家吗？我无语。他脑子里只有那件事，就是让我去他家上床。我摆摆手，不聊，我回自己家。江席像是被泼了盆冷水，目光幽怨地注视着我。在我快要走出阴影时，他从后面紧紧圈住我的腰。芊芊，我们出去旅游吧。他的声音像是蛊惑，像是恳求。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想和你过二人世界。他埋头轻蹭我的颈，就一个星期，我求求你了。我重新回到了家里，收拾行李。陆池穿着睡衣站在原地挠头。姐姐，你二姨离婚，还要你回去帮忙啊？是的，陆池有个不存在的女朋友，我有个不存在但命途坎坷的二姨。她已经经历了小孩留学，前夫车祸，跨国二婚，老公出轨。没办法，她小孩留学，老公出轨，老家也没个人，现在离婚总要有人撑场子。我总不能和公司说我休假出去和男人旅游，我只能和陆池他姐说我要回老家办点急事。就连室友陆池这边，我也保持统一口径。我和江席去了北海道札幌，他肉眼可见的快乐了起来，还想要给我拍纪念照片，我急忙用手挡脸。别，我不能发朋友圈，你也别发我。我跟陆池说的是我回老家了，那不拍了，是我没考虑好。他神色萎靡，但入住酒店以后，他的状态就好了起来，准确说是刚进房门就缠得我喘不匀气。我们真像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妻，江席的温柔都快要溢出来了，他连食物都拿到床上来喂我。我好几次都想问他为什么不和我复合，但他明显很回避我们的关系。最动情的那一次，我用力抱住他说，我好喜欢你呀，我也是。我沉默了好久，江席，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我不能让自己这样下去。他把我揽到怀里，和我五指相扣，目光深切地俯视我，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是我的问题。他又沉默了，他这个沉默是几个意思？我就是依照惯例客气下，合着他也觉得是我的问题。我面上佯装平静，心里快要气死了。江席低头贴上我的侧脸，我不介意你的问题。行啊，真行，真有你的。要不然你年纪轻轻能当教授呢？我回头看他，你还不介意上了，连吃带拿给脸不要是吧？江席眸光微正，你怎么又突然骂我？你说，江医生，我想当你女朋友。你白嫖上瘾了是吧？江席握住我的手腕，面色过分凝重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想当你女朋友，我说的是中文啊，这也不是长难句，还要怎么说清楚？俺相中你了，我们耍朋友吗？我想同你拍拖，哎，意思就是我喜欢你，希望你的女朋友是我。江席立即坐直了，我的女朋友是你。他往前追问，那我呢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你是狼人，你是狗东西，你是白嫖前女友的渣男，你当然就是我男朋友啊。他握拳抵在唇边，低头左顾右盼，陷入了沉思。好，我懂了，那这是要从长计议，暂且不能让人知道，以免有损你我的名声。哪个奸臣上他身了，回去给他挂号。我等了他好久，实在不耐烦了。你还没说你愿不愿意。江席回过神来，把我捞进怀里，他在脸上连啄好几口。我怎么会不愿意？我愿意死了呀，宝贝，你对我真好。我还是很满意的，刚想要回吻他，就看见他眯起眼睛，
咬着指甲若有所思，但是我们越想平稳着陆，越要徐徐图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神经病，我说发朋友圈官宣。江席坚决制止，不要激怒他。我尝试沟通，谁？我们共同的敌人。神经病，我放弃沟通，不要轻视对手。哈，我说他神经病，江席会被做成 PPT 的。学医果然不能自救。回国了，最近我的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和前男友复合了。但是陆池心情不太好，而且还和江喜有关。姐姐，你上次说江教授精神有问题，恐怕是真的，我现在也感觉到了。我倒是要听听我男朋友有什么问题。陆池干脆拉着我坐在了沙发上，开始详细叙述。江教授最近上班特别奇怪。事件一，陆池在做研究报告，底下的老师都夸小陆年轻有为，是好苗子。轮到江教授点评了。江席，我24岁那年发表了2篇赛，场面静止3秒钟，众人尴尬地笑了起来。事件二，陆池换新车了。陆池开了他姐新送的奔驰 S 去上班，大家都开玩笑说他是低调的富二代。江教授从办公室门口经过，随意地瞟了眼陆池，陆池就觉得不妙。后来江教授开迈巴赫来上班了，全院都沉默了。5个副院长和院长轮番找江席谈话，说造成影响不好，江席死不悔改。我家里有点小钱。事件三，陆池和江教授搭话，听说江教授近来最喜欢的聊天话题就是上周和女朋友去北海道度假。陆池想借此缓和师生关系。江教授，北海道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江席满脸提防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陆池反手挠头道，我听说的呀，不是说和女朋友玩得很开心吗？江席直勾勾地看他，你听错了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单身。陆池问我，姐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神经错乱？切，这算什么神经病，比江席在我面前的症状轻多了，这不明显吗？他对你有意见，看不惯你，不过你吊儿郎当的，看不惯你也正常。陆池目视前方，面色凝重，不，他不是对我有意见，我去冰箱拿瓶水喝。陆池目光严肃地看向我，一字一句道，他是对我有意思。我一口水还没咽，当场全喷了出来。你脑子有病是吧？你才精神有问题。我扯过纸巾疯狂擦手。江席直得不行，比你全家还直，你们学医的都有病，都给我去挂号。陆池站了起来，你先听我说完，我真不是造谣，事情发生在前天傍晚，陆池要值晚班，江教授正要下班，一层楼都没几个人了，四下无人，江教授突然出现，小陆，你晚班吗？陆池站起来，对呀。江席移开目光，那要熬到凌晨2点，实在是很晚了，还回家吗？气氛已经有点奇怪了。陆池顿了顿，那不回了。江席低头看脚尖，那晚上空调冷，你可以盖毯子。陆池满头问号，不是哥们你越界了吧？谢谢老师关心。江席还站在那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小陆，你工作也很辛苦，上回你说你女朋友总和你吵架，你条件也挺好的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对象？陆池警觉地后退了2步，不用了，老师，我特别爱我女朋友。江教授明显愣怔了一会，那他要是不爱你呢？你也要缠着他吗？陆池再也受不了了，老师，你还不下班吗？江教授回过神来，他低头咳了咳，悄悄打量着陆池，目光闪过心机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如果你以后遇到感情上的困扰，比如说女朋友要和你分手，都可以和老师多多沟通。江教授满意的走了，背影都很雀跃。陆池还沉浸在那个意味深长的拍肩里，完了，他想前我，陆池觉得江教授看上他了，从而能解释所有反常事件，当众炫耀自己的学术成果，展示个人魅力，开同品牌但更高端的轿车，证明个人财力，专门在陆池面前强调自己单身，而且总是偷看他，更不要说那次近乎性骚扰的谈话了。陆池啧了一声，医学圈确实乱啊，
我觉得不是圈子的问题，你脑子是不是太乱了？陆池侧目看我，其实仔细想想，每次江教授撞见我都跑得可快了，可能是我长得太帅了。你确实是大帅哥，但是陆池让我别但是了，他有丰富的反击男同经验。他找了新买的腕表，站在阳台前伸手让我给他拍照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，女朋友非要买来送给我，希望牛鬼蛇神远离我们的爱情。我真觉得他是多此一举，江西绝对是直男，而且我们感情甜得要命。我正想问江西，他的消息就来了，我看到陆池的朋友圈了，我总感觉他是发给我看的。确实是发给你看的。怎么说呢，说他怀疑你是男同。没有，你多心了吧，江西三连质问。是我多心吗？你是不是哄我？为什么他还能收到礼物？我头发都抓掉了几根，他女朋友送的呀。你总关注他干什么？我都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好他妈迷惑呀。江喜，你不明白吗？玻璃都映出你的影子了，你帮他拍的照片，你明知道他骂我，你还给他点赞了，你真的想让我当你男朋友吗？稍等，我看见了一点线索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就帮陆池拍个照片而已，难道我会相信你们只拍照片吗？好吧，我是知道他骂你，但他说是你前天先找他，说很奇怪的话，他脑子也不好。我说你不是那种人，他还不太信才发朋友圈的。点赞是随手点的，那我去取消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怎么能给骂我男朋友的朋友圈点赞呢？江喜发来一句语音，声音偷偷摸摸的。我真的没说什么，就说了两句话。他和你说了吗？你生气了吗？我努力思考了一会，我生什么气呀？我当然相信你，不过你要和陆池离远点，他脑子好像有问题。江喜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，白色萨摩耶的小狗坐在地上重重点头。我对着手机屏幕忍不住笑了笑，他怎么这么乖呀？陆池正好看见了。姐姐，你又在被人钓。我冷冷地扫他，别胡说，我在谈恋爱。陆池疑神疑鬼地坐到我身边，就那个白嫖你的，我不悦地看他。不许你这么说他，我往右歪头弯了弯唇，我已经搞到名分了。他打量了我一会，那怎么不公开？他不让我公开。陆池叹了口气，站起来俯视我。姐姐，我现在是真想和你谈了，感觉你能把这房子过户给我。江喜也发朋友圈了，配图道家八卦文案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什么奇怪的朋友圈，我给他点了个赞。他让我快点取消，陆池一拍大腿，看到了没有，他是在暗示要给我当小三。我看陆池的症状更严重，我认真地给江喜打预防针，你上班和陆池保持距离，我怕他造你的黄谣。江喜说他不怕，大不了辞职，在出国发展移民永居。我无奈扶额，这还叫不怕呀？陆池下班开心不已，他的朋友圈警告很有成效，江教授连迈巴赫都不敢开了，又换回宝马五系了。偶尔狭路相逢，师生四目相对，江教授都会移开视线，默默自行回避了。陆池面上很冷漠，哼了一声。陆池的表达能力真浮夸，江喜被他描述的像是心里有鬼。而我最近和江喜也经常见面，他绝对是直男，我都没怎么聊他都已经直了。他还想要搬来和我同居，暗示我让陆池赶紧离开。我在他怀里闭眼小憩，快了，就这两个月的事了，我肯定和他说搬走的事。再过一个多月，陆池的租约就到期了。江喜低头认真地说，我等你。我把脸埋在他怀里，轻轻地笑个不停。今天休假，我准备给男朋友一个惊喜。江医生，我挂到你的号了，可我今天不出诊。我知道啊，有位特殊的客人就在你办公室门口。我很久以前就想和江喜玩这个来着。门从里面打开，江喜慌乱地把我拉进房间。你怎么敢来医院找我的？他这是什么话？我淡定地坐下来睨他一眼。江医生，天天跟做贼似的，你在外面还有别的女朋友？
江席坐到了我面前，紧紧地注视着我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你说呢？我已经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寡廉鲜耻了。他总是不情不愿的，算了，不管他，我就喜欢强扭他的样子。我身体前倾，眉头微蹙，江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帮我看看。江喜可能是知道我的德行，表情敷衍地配合我，说吧，哪儿不舒服？我做作地哼了一声，乳房疼，腰也疼，腿也不舒服，使不上劲。江喜冷漠地抬眼看我，用钢笔指了指胸牌，哦，我是内科医生，你换个人看吧。我就知道他不跟我玩。我往前靠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江医生，我还没说里面呢，里面就更不舒服了。江席将手指按上额头，极其无奈地看我，我的台词是不是不重要？我不耐烦地轻啧了一声，你是正规医生吗？怎么不问我哪里不舒服？江席被迫服从，哪里不舒服？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里面特别想你，江医生。那钢笔突然脱了手，突兀地砸落到桌上，又滚落到地上，发出慌乱的声音。江席已经怔住了，他偏过头去，耳垂透红，我已经很喜欢你了，你别勾引我了，我不可能在医院和你乱来的，我也就是过过嘴瘾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可能打扰到你看文献了。我打量他的办公室，边站起来边说话，对了，陆池呢，也和你在一层吗？江喜以为我要走，也跟着站起来，表情很着急，却答非所问，他没有独立办公室。我不理解，实习生当然没有独立办公室了，那我也可以和他打个招呼吧。我在他办公室晃荡着，不经意对他的眼睛，江席单手撑在桌侧，正朝我望过来，目光缱绻克制，你不是说来看我的吗？他在撒娇啊，我的心都漏了一拍。江医生，现在能给亲吗？给亲。他坐在沙发里，抱着我的腿压在我身上亲吻，这人好像很容易调教，但我真的很容易对他得寸进尺。江医生，别欺负我不懂，这是在治病吗？我用手推开他的下巴，江席面色隐忍难耐。当然是，他只盯着我喉结滚动带出恩的低喘。你病得很重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抓着他的衣领凑了上去，离得极近的距离，盯着他的眼睛看。可医生，你都没有对症下药。江席心虚垂眸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动手去摸他的头发，我想知道江医生接诊够不够认真，可以重复一下我刚开始说的症状吗？江席垂下眼睫侧头，试图回想，应该是想起来了。他的脸烧得滚烫起来，紧紧咬着下唇不发一言。江席真挺可爱的，我用指尖去敲他的胸牌，看来教授不善言辞，但肯定都记得是吗？江席如逢大赦的点头，我朝他挑眉眨眼，那往下亲吧。江席沉默了，两个人亲得沉迷的时候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江教授，我是陆池，过来交报告。江席猛地睁眼，他从我身上起来，很快脱下外套，双手拢到我身前，他整个人如临大敌，具体形体表现参见被捉奸的奸夫。他双手握着我的肩，额头沁出汗来，说话时轻轻喘气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抿唇无语看了看他，低头整理衣服，又想不通，看了看他，你真的很奇怪，你让陆池进来就行了。他年轻冲动，万一打我呢？他好像很害怕陆池。我没好气地把外套扔到他身上，他为什么要打你？你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就因为你上班时间和我接吻，就你上次骚扰陆池他都没打你。他脾气还不好啊，江喜好像看出我不开心了，他利落地穿起外套，我脾气也很好，那他真要打我，他语气坚定，我就让他打。我真服了，他不会打你的呀，我去开门了。这样遮遮掩掩不开门，别人才会觉得我们有鬼。江喜跟在我身后，你真聪明。自从和江喜复合以后，我的双眼皮都宽了，天天翻白眼翻的。江喜抢到我身前，将手搭上门把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酝酿情绪。芊芊，你记得保持沉默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懂，我保持无语就好了。陆池看到我还是很惊讶，
陆池张大了嘴，连报告都掉地上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在江老师这里？江席不自然道，你别误会他在医院迷路了。妈的，我就知道这人真是有病。陆池肯定不信，而且他很是提防江席。江老师，你当我是傻子是吗？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还敢找我身边的人？你非要我举报你是吗？江席羞愧地低头了，对你造成的伤害我真的很抱歉。陆池才懒得听他，趁机朝我招手，快过来姐姐。我自岿然不动，继续旁观。像个刚开智的山顶洞人，江席将头埋得极低，双手攥成了拳头，声线微微颤抖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移民？空气里顿时弥漫着悲伤的气息，气氛安静了几秒钟。我在思考他在问谁。呸，不要脸，陆池拉着我就跑了。江席站在原地没有追来。陆池和我在便利店喝酒，你看你还不相信，他都邀请我出国移民了。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想不通啊。你知道你进来之前他在干什么吗？陆池喝口酒，在跟你打听我。我摇头，他在和我接吻。陆池猛地伏在桌上，一口酒全喷我脸上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闭了闭眼睛，去扯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。陆池，我靠，你们是什么情况？我皱紧眉头，语气也犹豫了。他是我男朋友啊，我们好了一段时间了，之前我半夜出去就是找他，那个男人就是他呀。他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这么渣呀？陆池由衷感慨，有女朋友还？你别造谣了，他比你都值。我站起来打断他的话，把纸巾扔到垃圾桶里。我总感觉我们三个有很大的误会，只是我找不到头绪。陆池双手抱在胸前生气，对我的话充耳不闻。这种渣男都能追到你，我真服了。我双手撑在桌沿，没好气地问他，怎么你也喜欢我是吗？陆池脸色停滞，歪起头看我，笑得很无奈。不明显吗？这事我一时怔住了，突如其来的告白，我不知道你是认真的，毕竟你说话跟开玩笑似的。我以为……陆池长叹了口气，语气颇为嫌弃，算了，也就刚开始对你有点意思，但你老玩手机，谁教你和异性同居？老玩你那个破手机的，后来我工作突然很忙，你又和前男友搞到一起。不敢说我在网上勾引前男友。我咳了咳，听你这么说，你不喜欢了也很合理。陆池无所谓的耸肩，主要你对我不感兴趣啊。陆池开始数落我的罪状，比如说趁他累得睡觉了跑出门找男人，比如说他上夜班回来发现我不在家，都是我无视他这个大帅哥的证据。我也是极其无语，我们只是室友，这话让你说的好像我偷人去了。我突然停住了，脑子里闪过一道白光，我微微眯起眼睛。等等，你在医院有说过你女朋友是谁吗？陆池在看手机，没说啊。都不存在的人说多了不露馅吗？我沉默了一会，我低低的抬眸看他，每个字都挤得很犹豫，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以为你女朋友是我？陆池抬头看我，直接愣怔住了。我咬了咬唇，我记得你请假睡懒觉，你说你女朋友生病来着，然后江西准了你的假，他还来看我了。陆池往后靠着椅背，把手机一搁，连腿都伸长了。那他还是个人吗？我上班那么辛苦，他都看在眼里，他居然想要绿我。我们都沉默了，好像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只是以为他没有绿你，他已经绿了，精神层面上的。陆池的情绪很激动，比我想象的气愤，每句话都说得咬牙切齿，把我叫去开会，自己请假了，给我女朋友送粥，让我空调冷多盖毯子，他回家抱我女朋友。他真是贱人啊。我都不敢说我和江西还旅游了一个星期。陆池已经骂了江西半个小时，直到他收到了江西发过来的微信，对不起，我准备辞职了，我会在一个月内出国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公开道歉，你也可以向我主张赔偿，希望你不要责怪他，因为是我鬼迷心窍，总是纠缠他，再次表示对不起。以上这段话你可以曝光，
但希望你保护女方的隐私，我会尽我所有满足你的条件。陆池正愣地看我，江老师说他要辞职了。什么？天哪，事情搞大了。我和陆池打了一辆车就往江喜那里赶过去。陆池嘴又很贱，哟，打车默认地址就是啊。我们敲了好久的门都没有人开，我直接输入密码了。陆池无语，你有密码，你搁着演我是吧？我真服了，他也太有代入感了。进门的时候，江喜正在收拾行李，他站在客厅里怔怔地看向我们，眼睛有点红了。你是要打我吗？陆池居然犹豫了。啊，可以吗？陆池附耳过来和我说悄悄话。我可以打完再和他说真相吗？趁机白打他一顿，我也开心开心。江喜微微抬头走到客厅空旷处，低头动手摘下腕表，随意抛到了黑灰色的沙发。那你动手吧，我不会反抗的。明明他是要被打的人，可他看起来好帅啊。不敢想象如果我在床上听到他说这句话，我不得被他迷死。江喜转而看向我无奈的弯唇，芊芊，你去书房避一下。陆池看我没有反应，偏头看我在想什么，轻轻哎呦了一声。姐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，要打架了呀。我不好意思地移开目光，陆池则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我就不信真被打了还能这么帅。陆池走了过来，伸手推了下江喜的肩膀。江喜被推得身形晃动，脚下仍坚持站着不动。他偏过头去，垂下眼眸，面无表情。啊，我心疼坏了，你不许打他，我跑了过去。陆池，我还没动手呢。江喜看我拦在他面前，也一时怔住了。芊芊，我没事。陆池无语地摇头，你当然没事。江喜干脆把我揽在怀里，和陆池四目相对。陆池，你也看出来了，他根本不喜欢你。他要是喜欢你，我也没有机会，你们分手吧。我可以补偿你，钱也可以，资源也可以，只要你把你女朋友让给我。陆池目光复杂地看他，双手撸起袖子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资源，我就要打你。你是说你只要打完我，你就和他分手吗？江喜面色坚定，不躲不避。差不多是这意思吧。陆池握紧拳头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紧急调停矛盾，都住手，要打我来打。我想要打江喜，刚才他被推搡那一下都给我看爽了。陆池嫌弃地看我，我狠狠地瞪了回去。江喜低头看我，目光专注，他捉住我的手指尖划过掌心。你打我他能承认吗？这算是惩罚吗？陆池作为围观群众已经是生无可恋了，怎么不算是惩罚呢？对我的惩罚。我握拳重咳，暗示陆池。陆池敷衍道，算，赶紧吧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他迟疑了下，算了，也不着急，我领导在这儿呢。江喜为了方便我打他，特意坐到了沙发上，减少我们的身高差。我站着他坐着，我居高临下的看他，微微眯眼，勾了勾唇。我打人耳光可是很疼的。江喜抬头笑了，没事，我不怕疼。我往前弯腰，轻身盯着他，五指并拢，连拍两下他的脸，把眼睛闭上。江喜盯着我的眼睛，眸光流转，不自觉地低头，被我制止了，不许低头。他抬起下巴，听话地闭眼，睫毛不自控地轻颤。我扬起手，高高落下，带动阵风。江喜将眼睛闭得更紧，我低头笑得抿唇，捧住他的脸，轻轻贴上了双唇。江喜正愣地睁眼，我忍不住歪头笑着去看他。我打完了，你是我男朋友了，疼吗？江喜瞄了陆池一眼，对方情绪正常，才定定地看我，疼。我笑得不行，扑上去抱他，不远处的陆池懵了。其实这么一对比，他刚才下手确实太重了，把江教授的脸都打得不要了。腰间被人环着，我挽着江喜的胳膊，他就是我的租客，还有40多天房租都到期了。江喜面色复杂地看向陆池，他刚才还想跑被当场叫住了。陆池现在很尴尬，江老师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在外吹牛的，我虚荣心太重了。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从来不提你女朋友。江喜冷冷地看他补上后半句话，除了请假。
真相呼之欲出，陆池握拳轻咳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不计较你绿我了。江袭开始现场教学，捏造事实，欺骗老师，朋友圈也是假的，你能不能把心思用在正途上？就前几天写的论文，我想跟你聊聊，你在走廊碰见我就哼我一声，再说你不是他男朋友，你动不动给我脸色看。我和陆池面面相觑，绝对不能说，就让这个秘密烂在心里吧。我扯了扯江袭的胳膊，江教授，你就让你学生走呗，他该回去改论文了。我贴到他耳边，我今天休假呢。江袭转过身去，低咳了一声，语气正经，小陆，你回去吧。陆池无语地走了。江袭躺倒在沙发上，将手搭在自己额头上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天哪，我居然以为我在当小三。我转身爬过去，撑起手肘看他，那江教授的小三很成功，我今晚都不想回家了。江袭平躺在我身下，缓缓抬眸与我对视，薄唇轻启，你很喜欢玩弄我是吗？我慌了，准备起身逃跑，江袭单手捞回我的腰，用力往下收回，让我不得不趴在他身上，跑什么又没说不让。他垂眸俯瞰我，突然就笑了，芊芊，你以前能和我谈两年肯定闷死你了。我还以为他要指责我。江袭低下了头，唇角勾出弧度，伸出手来同我五指相扣，现在我抓住你了。番外篇，江医生的小三日常。婚后的某天，林谦发现男朋友在某女性社区竟然有几万粉丝，还有人在催他出小三后续，标题半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找我去装双人床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是他追我的，我长得还行，但后来他和我分了，可能是腻了，不知道他说我能睡他的床是什么意思。如图，女生会对前男友说这种话吗？看了大家的评论，我决定去了，后续一言难尽。他不是想和我复合，就是想和我那个。我还看见了他的新男友，是我的学生，除了年轻一无是处，他说我就是个装床的。评论区别猜了，我真不喜欢他，我拒绝他的勾引了，已拉黑我，值得更好的爱情。不过想想就生气，我安装好的床他俩在上面，标题我拒绝了他，他就去和男朋友做了两个小时，就那个安装床的前女友，他夜里给我发奇怪的微信，我又拒绝了，他去找他男朋友了，故意和我说不能回消息了，可能是激将法。两个小时怎么可能一直是在？解释下评论区的高赞回复，是我又把他放出来了，拉黑显得我很破防，后续是他没你们想的那么好，确实是去做了。我打视频了，一眼事后还在洗澡，我假装我答应和他那个，他也不肯出来了。怎么会有这种女人？他当初是怎么追到我的？追我的女生真的很多。标题没后续了，别蹲了，我又不是闲人，我需要上班的，最近更是特别忙了。为何评论区总说我会给她男朋友穿小鞋？她男朋友是我的学生，当然要和我统一上下班时间，我对他没意见的。我要是看他不顺眼，我会拒绝他女朋友吗？他是他，他女朋友是他女朋友，我是他的老师，我又不是小三。标题他又想约我去酒店，真的是前女友又来了，他给我发了很色的消息，当时我在电梯里，他男朋友就在我身后，我心跳都吓停了，我让他去找他男朋友，他说他只想要和我。看来那两个小时一点质量都没有。之前评论说是我意淫的，可以出来道歉了吗？她男朋友为何看我？我可没有勾引他。等会他被分手，不会找我麻烦吧？后续是他不想分手，只是图我的身子。我又拒绝了，这个帖子不会再发了。我真的有被他打扰到，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。我他妈现在还在熬夜改她男朋友的论文，目录和正文都对不上。他到底喜欢他什么？标题他骂我又当又立，我跟自己和解了，起因是我发了张照片仅他可见，他直接就骂我又当又立。我还去百度了下，那我不当了，他和他男朋友好好过吧，我当证婚人。等等，先别证婚了，他
他说我照片好看，说明他讨厌的不是我当，而是我立。我考验了他，他和我视频，让我脱衣服，脱的就剩内裤了，他还盯着看。没有通过我的考验，他们迟早会分手的。他半夜打车过来找我，我就和他睡了。比他男朋友时间长，他又自己打车走了，看起来也挺辛苦的。趁男朋友睡着了，也要过来和我偷情。他到底更喜欢谁呢？我。再往后，这个账号就停更了。每天有上百名粉丝过来问，每日一问，今天当小三的博主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博主是不是已经被打死了？就算你是引流也给我回来，我买还不行吗？林谦也很想看，他很快在江西的备忘录找到了加密的后续，密码是林谦的生日，名称是我的小三日记。当小三的第一天，他男朋友给我打电话了。不会吧，我被发现的这么快？还好是来请假的，不过他身体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我昨晚用力过猛了？我只是想好好表现，让他再也忘不了我，最好回去再也看不上陆池了。我好卑鄙。我把陆池叫来给我带会，我要去给他送粥。他怎么见到我不高兴呢？不可能，我们昨天才睡的，我想要个亲亲。他男朋友提前回来了，他打了我一巴掌，好疼。原来这才是小三，一点也不光鲜亮丽。当小三的第七天，为什么做了一次他再也不理我了？他上次打了我，我都不计较，我只能去问问他男朋友，听说他们在吵架，是因为我给他添麻烦了，他就不想理我了吗？那我以后不去他家了，在我家更自由。他反而问我要不要脸，难受。他现在恢复理智了，就来骂我不要脸。他是不是想和我断了？我就不，我要闹了，我要他来见我，我要缠着他。小三就是这样的，他也该吃点教训了。真以为我是好惹的吗？当小三的第十天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他带我出来旅游了，开心，我又复宠了。我们来到了日本，这是个小三国度，听说有 85% 的人都在当小三，多我一个不多。果然在这里发生了幸运的事情，我竭尽所能地伺候他，他主动提出要让我上位了，划重点主动提的。幸福来得猝不及防，但我要冷静下来，切记不要乐极生悲。当小三的第十八天，在为上位做准备了，万一以后被人发现芊芊踹了陆池和我交往了，引起大家八卦，我先营造出我比陆池强一万倍的氛围，这样大家就觉得芊芊喜欢我很合理了，从此不再低调，要高调。陆池是不是听到风言风语了？为什么问我旅游的事？还好我坚决否认。当小三的第二十天，陆池今天晚班，他说他不回家了。那行，我可以和芊芊过夜了，不过他值夜班也挺辛苦的，我都有点良心不安了。要不把我的毯子借给他盖，我还可以给他介绍女朋友，他说他很爱他女朋友，不会和他分手的。毯子不借给他了，收到了芊芊的消息，他非要我晚上戴领结。嗨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我过得也不容易，以前给芊芊当男朋友，他真的什么都听我的，现在给芊芊当小三，他总是提出下流的要求，我不太情愿，但不敢扫兴，可能这就是正室和小三的区别吧，他根本都不尊重我。我看陆池的脖子和手就没什么痕迹，陆池问我看什么看，他怎么对老师这么凶，我也不敢问。当小三的第二十二天，最近我老作妖，被她男朋友发朋友圈骂了，她还给她拍照还点赞了，不是说好了回去和她分手吗？分手还送礼物，你这不是会送正常礼物吗？给她送名牌手表，给我送杂牌项圈，我是什么？我是小丑，我急了。自从她说我能上位，面对她的各种勾引，我越来越没底线了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她不舍得玩弄她男朋友，她对男朋友不是这样的，她说是因为对方怀疑了，还去问了她，她已经取消了点赞，那还行。我也暗戳戳发个朋友圈，她给我点赞了，超级开心，但还是让她取消吧，毕竟也不光彩。当小三的第二十五天，最近不惹她男朋友了，还是低调点。她男朋友还天天哼我，
我都不敢说他论文写得差了，怕他以为我是故意找事，毕竟他对论文也没有鉴赏能力。芊芊最近好爱我呀，他勾引我的话术也太多了吧，每次他叫我江医生，我的心都跳得好快。以前不让他这样叫是因为工作称呼很奇怪，现在我已经学会享受了。江医生给病人量体温怎么出这么多汗，他还给我擦汗，我脸红的都快爆炸了。难怪他能追到我，也太可爱了吧。我让他不许这样对路痴，他脸色瞬间就变了，你神经病吧，提他干嘛。那我不敢提了，卑微。当小三的第30天，芊芊来医院找我了，在家里和我偷情已经满足不了他了，他还想让我在医院和他乱搞。不行，他说了再色我也不会答应，可他说的也太色了，我还是拒绝了。向不良诱惑说不，他居然想去找他男朋友，他说他来看我的，他又要去看他男朋友，也像看我这样看吗？我干就是了，在哪干不是干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我要治好他的病，被他男朋友抓到了。芊芊还是很淡定，这就是被爱的松弛感吗？他男朋友骂我不要脸，还把芊芊拉走了。我回去写辞职报告了，哭了一小会。他都不袒护我，我当小三还有什么盼头？我是不是太过于喜欢林谦了？我没追过女孩子，都是别人追我的。芊芊是最会聊的，我和她在一起总是特别开心，但快乐都是她带给我的。我是个很无趣的人，所以她才和我分手。她现在是觉得这样的我愿意和她乱搞很有意思吧，渣女。以前就渣我，现在还渣我。我准备出国了，国内混不下去了，要是让我的老师学生发现我知三当三，还是给学生的女朋友，我还活得下去吗？林谦还带她男朋友上门来找我算账，他有我的门禁密码，看来今天难逃一打。打吧，别吓到林谦就行，林谦不许他打我。 OK， 我满血复活了。你女朋友很好，现在是我的了。芊芊还当着他的面亲我了，我再也不是阴沟里的老鼠了，我上位了。日记结束了，原来我不是小三，现在的小孩子没有女朋友还编个女朋友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害得我以为自己当了一个月的小三。都是陆池的错，他天天拽什么玩意呢？谁让他跟师娘同居的？不过既然我不是小三，为何芊芊总对我那样？我在仔细思考，排除所有场外因素，那就是他真的纯热爱。我好像把林谦想得太复杂了，他就是单纯的变态，他就是喜欢玩弄我，看他心虚那样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，那你以前是我追来的男神，而且还挺高冷的，我不敢提出过分的要求。我是男神吗？我就知道，早知道是我太要脸了，我当初就求他别甩我了，总好过回头当小三上位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一个月的小三也没白当，我已经知道如何拿捏芊芊了，他再也不会和我分手了，我迷不死他。林谦看完他的手机，江喜已经站在卧室门口冷淡地敲了敲门。林谦是吗？您预约的乳腺检查需要脱下衣服。林谦脱了衣服躺到床上，江喜放下文件夹，戴上胶质手套，转身回来看他皱了皱眉。女士，不需要全脱上半身就可以。林谦的耳朵都红了，医生，我穿的是连衣裙。那又怎么了？江喜很疑惑。林谦闭了闭眼，内心半是悔恨半是无语，这人的性癖好奇怪啊，比他还奇怪，为什么要一本正经啊？果然人是不能完全开发的，没一个正常人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小贤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